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风间披风为你御寒。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谢谢，感谢。好的，我们今天因为过两天就是立冬，所以我们想想讲讲你懂的二十四节气。以前我讲了几课二十四节气，还是几年前了。现在的因为那个节日要来，我们再讲一讲对于我们本身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做什么工作预防或者准备啊。好，我们把我视频上来。我看看我的分享。看到立冬哈、这个字不陌生。那么我们英文呢就是好几个名字，我们就是趁着机会学英语。OK。立冬看到我们秋天已经刚刚在过去、啊、慢慢都天气会凉快了，冷了，寒冷了，不是凉快，还要寒冷了。24 solar terms、啊、那个节气我们叫 solar terms， solar 是太阳、啊、都是因为太阳啊，地球在动，所以我们的时节日跟那个春夏秋冬季节都不一样哈。像 winter commence 就是说立冬那个名称， winter commence 就是刚刚要开始了，但是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啊，我们二十四节气非常多的名称，有二十四个节，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两个名称。十二个月乘以两个名称，两个节气，所以就有二十四 ，24 solar terms 啊 ，each 24哈、啊，每一个 each 就是每一个二十四 ，24 solar terms suggest 就是说有什么建议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 the position 的位置，什么位置呢？是太阳 of the sun。因为 solar 就是 sun 哈太阳。Every time it travels 15 degrees， 那么 it 呢是代表那个太阳哈，那么不是代表二十四节气，是因为太阳哈。Every time 每一次 ，every time 每一次 ，every day 每一天 ，every month 每一个月 ，every year 每一年，所以我们可以学到那个 every time 就每一次。Time 是时间 ，it travels 就是 the sun 太阳 ，travel 就是寻在走了，走的地球回住地球就15个 degree 每转15个 degree 这个度数哈，15度 ，on the ecliptic 哈 ，ecliptic 我们学过这个 ecliptic 呢，从哪里学呢？就是 sun 或者 moon 的日食或者。月食哈 ，solar eclipse， 我们学过这个 eclipse。那么 on the ecliptic longitude 是经纬纬度哈，经度。那么是 ecliptic 呢是王道的经度，就是说那个太阳现在运行走。我们呢不说天文的东西，我们是学一两个生字。学得到可以学，学不到不要怕，不要紧。我们因为好多英文字，我们可以自己去学啊。那么，在那个 24 solar term is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term， 非常聪明的一个 term 啊 ，very clever, very smart， term the to tell us when to plow, when to throw put seed on seeding。我们几时收割，我们几时 harvest， 就收割是 harvest， 几时是种播种呢，就有时间的，就看到那个天气时节，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日历，就是我们的 calendar。
啊，农夫的 calendar。The operations of heaven and earth 啊，heaven 的天地啊，proceed in an admirable way，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美的，就是善目的哈、admire 大美不言哈、那么 at the maximum 是他们这做的最高峰的时候啊，就是他做的天地真的你不能够人为的天地。有自然的哈，they say nothing about it，就是这个是庄子的一个 ancient 是古代古时候后 Chinese philosopher 哲学家啊，哲学家古代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哈，天地有大美，大美 very beautiful，so admirable，so fantastic 而不言，但是不没有人没有不需要说话，你就已经 understand。Admire way 哈，然后看到那个立冬呢，就是 beginning of winter，也可以这样讲，winter commence 就是也是开始，the start of winter 开始哈，就是开始，beginning 也是开始，start 也是开始，commence 也是开始，啊，所以有几个字来代表那个 beginning 啊，开始，starting 啊，each 24 solar terms 啊，每一个哈就有一个 cycle。Cycle 是一个循环，好像我们，很多东西有一个 cycle，好像是一个，好像生孩子也是一个 cycle，到成熟了就会有东西出来了，就是这样。啊，cycle 一个循环。Is that Earth? Earth 就是地球啊，我们讲过天文的东西，地球，Earth。地球 reverse 围着绕一圈，绕就是这样走围一圈，around the sun 就在太阳里面，再走一圈，太阳也会转的，地球也会转的哈，这样去看。For one time, one cycle 就是每个地球围住太阳走一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走一圈。It begi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spring，啊，beginning of spring，spring 是春天，beginning 就是立春就是定这个时间是开始了，春天开始了，beginning 哈，beginning of spring，所以我们中文这是立春是英文字，翻译中文字的，and ends at greater cold 哈，ends 最后一个节气呢，就是说。大寒呢？Greater cold 或者也叫 severe cold 啊，我们以前讲过一次 severe cold。那么立春呢？Spring beginning of spring 是第一个节气，那么大寒呢是最后一个节气啊，都第24个节气。所以，地球跟太阳围住一圈走呢，就是一年了。就是一年了，春夏秋冬过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太阳呢离开远一点的话，你的地球，我们冬天是下面南极的夏天，我们的夏天是南极的冬天，因为的太阳去了那边去，那么就是夏天，来了这边靠近这边呢，北美呢是也是夏天了。In each month, there are two solar terms. In each month, there are two solar terms. The first one is generally named 节气. The first one is generally 是一半. Generally named 节气. It's recording now. And the other one 中气. 哈，节气跟中气，一个月就是说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第一个名称呢就是叫节气，第二个呢就是中气，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是这样子讲，我们就这样去学它哈。Their dates are mirrored 是镜子，镜子我们是反过来，你照镜子哈，照镜子。By the Gregorian calendar，就是阳历
啊，可 Gregorian 是我们的西历啊，说是我们看到我们平常就叫日历，但是这个就是 Gregorian calendar。So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哈，应该呢是 the year，但是这边写 a year，就是说 particularly 就是这一个年，哈，这个年，所以那个字呢，the 怎么用，a 怎么用，OK？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是用 a year 哈，不是用 the 哈。So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a year，应该平常讲英语呢，就是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但是这个 a year 就是说这一年这个整年呢，啊，这个 Gregorian calendar 阳历的整年呢，就是节气 is around 在几时呢？The sixth day of the solar month。就是每一个月的第六天就节气，solar month 大概哈，它那 solar month 就是一个月，但是这个是太阳的月哈，月份。中期呢 is around the 21st，就是有时候21号、22号、23号，这个是 based on Chinese lunar year，但是在那个阳历呢？就是大概是这样，前面呢节气呢是六七八左右啊，中期呢是21、22或者怎么样哈，我等一下再看详细的。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啊，in the second half 第二个半年，第一个半年 first half year 就是第一个半年，half 就是一半啊，of a year 就是这个年的。前一半年就是说前六个月，second half 就是后半年后六个月，啊，这样看英语哈。所以 first half year、first 6 months、second 6 months 或 second half year 代表同一样东西哈，就是这样看英语，你明白人家讲什么啊？second 是 first 是第一 p，second 是第二 p，就是这样。节气 is around the 8th。节气呢，应该第二年呢就变了，就变成第八天，大概是第八天。And 中期呢，就是在大概是23号啊，23号 of the month，就每一个月有两个节气，所以看到那个前面是6号，第二个下半年的8号啊，就是这样去看啊，所以。但是我们是看农历，但是我们看日历，我们也没有去找它怎么弄。我们看到春夏秋冬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哈、啊，那么有24节气，每一个季节有4个季节，每一个季节有6个节气，啊，6乘以4就是24，啊，就是这样看，一个月2个节气，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每一个季节有6个节气，因为里面有3个月，3个月乘以2天。2天是节气的日期，那么2个节气就是6个节气哈，这样去看哈。好，我们看看那个名称，看到那个 solar term 是立春哈，第一个是立春，那么它的 J 是说节气，第一个，第二个中气，第一个就一月份啊，或者第一个，但是不是一月的问题不是元月，是 February 开始的，所以我们说立春呢就是过年了，啊，立春呢就是过年了，就是这样啊。那么看到那个 beginning of spring，所以我们新春，我们为什么过年叫新，不叫新年，叫新春啊？那么 the sun 太阳呢，longitude 就是它的经度呢，就是315度。那么我们不管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比较深刻的哈。那么我们再看那个 beginning of spring，就是立春，雨水哈。第二个春天，第二个呢，就是说 rain water 哈，就 February 19啊。那么另外是惊蛰，是 waking of insect，就是昆虫醒了哈，就是 March 哈，March 6th。Spring equinox。Spring 春分就是在春天的中间了，最中间的，所以它是
Chinese longitude 是零度啊，March 21st。And then 清明是 pure brightness 哈、啊，那么再看下去，谷雨是 grain 啊，grain 是谷雨，grain rain 哈、啊、，April 20，啊，另外一个节气呢，就是pure brightness 啊，pure brightness 啊，那谷雨 grain rain and beginning of summer 哈、啊、，beginning of summer。就是说立夏，夏天来了哈、啊，但是还没有传不来哈、啊，就是 May，我们的看到雪开始融了，那么5月的花就生长出来了，就是这样哈、啊。我们看到一个春天出来，夏天来了，小满哈、啊，像 green 是谷米谷道，full 是非常多哈、啊，满了啊。芒种是 green in year 哈、啊，芒种要种了啊，那么。夏至就满了很多很多哈、啊，就夏至是夏天，这中间哈、啊、最热的时候，June 22nd 啊。那么小暑哈、啊、，slight heat 就是热气，一点点 slight 就一点点哈、啊。大暑呢就是 great heat 非常多的哈、啊、热度。立秋啊秋天来了。那么，beginning of autumn，我们刚刚开始，要过了秋天，所以立冬也要来了哈。处暑是 limit of heat，也有一点热，还没有传不凉快，还一点点热。白露是 white dew 是露水的露，好，英文就是 dew 就是露水，早上看到的露水，就白露 white dew。那么好，那个过了，秋分是这个秋天是中间了，是多最多 September 23rd，那个是秋叶，我们刚刚讲了秋叶啊。那么autumnal equinox 啊，我们刚刚讲了autumn leaves 哈、啊、autumn leaves 这为什么变黄？我们讲了一课啊。那么好，继续看到寒露。那么 cold dew 是也是露水的露啊。那么霜降 descent 就下来。frost 是冷天的雪，但是还没有变成雪那种的，一点点哈、啊，不冷的，非常舒服的其实哈、啊。降是下来哈、啊，下来 descent。立冬呢？我们就是 beginning of winter，就是我们的 November 7，啊，就过2天礼拜4就是11月7号啊，November 7，啊，那么 winter 你看到度数就是那个太阳离开我们远一点了，225 degree 远这么远了，啊，那么。到那个下面大寒的300度，就是非常远了，所以隔了很远，所以我们的冷了。太阳近了，我靠近我们，我们就热；离开我们就冷了，就是这样。Slight snow 哈、啊，小雪哈、啊。我们今天呢会讲 beginning of winter or start of winter，或者呢 winter commence 也是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现在今天还是秋天。过2天呢，属于冬天的开始啊，就是7号，November 7，小雪是 slight，就一点点雪下来了，November 22nd 啊，那大雪呢是 great snow，多一点雪下来，有时候下雪不一定冷，寒才是冷啊。那么冬至真的冬天了，这个冬天了，December 22nd 是差不多要过2天 Christmas。圣诞节了，最冷的时候啊，耶稣诞生就是选最冷的时候。小寒啊，slight cold，大寒 great cold 哈、啊。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是春天了。到春天，春夏秋冬就立春，这样下去。我们看到刚才看到雨水精致，那么春分啊，这样去看清明谷雨哈、啊，很多那种的。名称，那么我们看 meaning of 24 solar term，solar term 有什么意思呢？哈
These solar terms have meaning, meaningful, meaningful，好多好多 title 是它的名称，具有很多有意义的标志啊，题目啊，题材。Some of them 有些呢，some of them 就是 solar term，就是24个 solar term，这个 them 就是 solar term 节气，reflect 啊，反映 the change of season，change of season 当然呢，转归季节了。Such as 啊，就是比喻，the beginning of spring，beginning of spring 就是春的开始了，beginning of summer 夏天开始了，the beginning of autumn 秋天开始，所以立春夏或者秋那么秋天也是这样，那么立冬哈、啊，那么 and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啊，我们看到那种的。跟老外的哈，西方的，那个12个月份的啊，他的星座，他怎么样去 correspond？看到我们的啊，那个几个都是跟他们也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那个几月出生，就是节日，就是他们的星座，他们的星座也是月份，只是呢，他们星座呢是跨过。2个月里面的，啊，从21、22号，每个月22号到下一个月21，所以西方的那种的，水瓶座啊，白羊啊，什么哈、啊，他们都是在这个是西方的哈、啊、，Aquarium 呢、啊，什么哈、啊、，Taurus 啊，Aries 哈、啊，那么就是你月份几时出生你就看到了哈、啊，就22号。到下一个的21号上，它长什么月份？那么中文的中国的，那么我们就有我们的节气的时间啊，也是看月份的哈、啊。我们再看下面，the meaning 哈、啊、，some embody 有些节气呢，包含 embody 就是 body 就是在加包在里面哈、啊，包在里面包含哈、啊、的。Phenomena，我们学过这个字了。以前拼字是 phenomena，phenomena 啊，现象 of the climate 是气候。Like the wakening 啊，waking of insect，就春天呢，冬天呢，很多东西，很多动物跟那个昆虫是冬眠的。那么那个春天呢，它们就醒了，它就醒了。Waking 就是醒来了，insect 就是昆虫醒来了，说精致。Pure brightness 是清明啊，清明啊。Lesser fullness of rain 就是小满哈、啊。那么他们刚才学过那种的字啊，less fullness 哈、啊。Grain in beard 哈、啊，就是芒种要去种稻了，说是怎么样去播。不然你错过时间就不对了。最后这个天了，差不多这个意思。Some indicate 有些表示，some indicate 表示 the change of climate 就是天气的变化，like rain water 哈、啊、雨水哈、啊，那么 grain rain 啊谷雨哈、啊，那么 lesser heat 哈、啊、小。小雨，小暑，小暑啊，小暑更大暑哈、啊、，and so on 这样哈、啊，那么就春天、夏天这样过去啊，它们的动物、昆虫起来了，周围飞了，有些飞禽呢从南部回来北部了，因为夏天来了，就是这样。History and origin 哈、啊、，history 是历史跟它的原来是怎么发源。来到看到那个24节气的，就是 during the 商朝 dynasty 是朝代 dynasty the 17世纪那个时候 century BC 啊 before Christ 这个是西方的名称，是1046年的时候 ancient 就是古代的哈、啊、people ancient people have decided 决定。Four solar terms 决定只有4个节气哈、啊，就是叫春夏秋冬了、啊，就是意思是 the spring equinox 啊，就是春分啊，那么夏
summer solstice 就是夏至，and autumn equinox 是秋分，winter solstice 就是冬至啊，我们就看到冬夏春夏秋冬四个节气，只有四个节气而已啊，后来才多几个节气这样去分啊，那么我们看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同的哈，就是这样。怎么样去看呢？By observing 是观察，the shadow at noon 就是看那个太阳好像观察那个 noon 中午的时候哈，看到知道。那么看到那个现在冬立冬的时候呢，看东西要开始来。变冷了，还没有很冷，所以它还有很多，因为每个国家，全世界的国家，分布的地方，有一点差别。有些国家冬天来的早一点，有些国家冬天来的晚一点，啊，这样去看哈。那么 history and origin，我们看到 when the shadow is shortest，那么 shadow 是什么呢？是那个阴影，太阳有个影子嘛。那么就因为太阳的影子 is shortest 啊，在最短的时间，在一年之中 in a year，it is summer solstice 哈、啊，那么就太阳，就藏在你那个地球的旁边，那么就没有阴影了，就是在这个意思哈、啊。阴的时候它冷了，太阳直射过来就没有这么冷了，就是这样。Summer solstice 是最短的阴影 shadow 哈，那么 the longest is winter solstice 就是冬天的时候呢是最长的一个 shadow 太阳的一个阴影啊，要被地球遮住了。The moderate 是中间呢就是spring equinox and autumn equinox 它是春分跟秋分啊，这样去看。就中间不是太冷，不是太热那种的。那么 in 周 dynasty 周朝的时候呢，就是11th century BC 就是221BC 年这个非常早期哈。8 solar terms were used，有8个 solar terms 啊，这样去看，就104哈年 BC before Christ the astronomical。Astronomical position 天文的位置 of 24 solar terms were decided 就是决定了啊，所以它有八个决定一就104决定24个节气啊，那怎么这样去看啊？那么越少的年份呢，before Christ 呢，越近我们的现在的时代。啊，这样去看哈。那么好，我们看到那个，你看到 spring equinox 春分，这下面是秋分，旁边那个是夏至啊，solstice summer solstice winter solstice 是冬至啊，冬至这个是最冷最热，这个中间啊，春跟秋中间，但是夏至跟立夏不一样，立夏是开始还没有很热，立冬也还没有下雪，我们还没有下雪，还没有这么很冷。但是过了就到冬至了是到了到来了是最冷的时候，就 very very cold very cold 啊。那么我们这个名称我们也看过啊，名称我们看过。所以就要看太阳在哪里，地球在哪里，啊，地球射在哪里，我们的国家在哪里，我站在地球上面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受到的阳光的程度不一样，啊，就所以有一年四季不一样。那么我们再看看立春者，立春 （Spring commence） 啊，也是 starting、beginning，也可以这样讲，commence 也是解释，
开始啊，雨水哈，spring shower shower 哈，就 rain 也是可以的，但是 shower shower 是好像我们去淋浴洗澡也是用 shower 这一个字哈，精致啊，insect waking 或者 awakening insect 也可以说它名称是因为翻译到英文字，所以可以有几个变化哈，中文的一样的哈。因为这个原始在中文的中国人了，春分啊，vernal equinox 啊，vernal equinox 正式的名称叫 vernal equinox，不是 spring，但是这个是一样可以用。清明 bright and clear，谷雨是 corn rain，立夏 summer commences 就是夏天来了。春天过了，所以你看到春天有六个节气，啊，夏天也有六个节气。小满 conforms 就是成立了，啊，有出来了，就是有些东西出来了。芒种是 green in ear，已经有看到谷米在那个稻上稻管上了，那么那个有成果了，差不多哈。夏至 （summer solstice），小暑冷热了，moderate heat 一点点热哈，中中热，大暑就非常大了，我们要放暑假，很冷了，很热了，就是刚刚跟冷冬天是相反，很热的。那么立秋，秋天来了啊，立秋啊，autumn commences。啊，处暑，这还是立秋，还是有些夏天的尾巴，还是 end of heat，还有一点热，啊，白露，啊，白露是 dew，white dew，秋分就是秋天正式来了，来到了哈，autumn equinox，寒露，cold dew，寒露，霜降。啊，那么那个是 frost，你看到我们以前中英文有说，frosty the old snowman 哈，frosty the snowman 就冬天那个雪人的名称就是 frosty，就是这个雪了，雪降下来呢，那个 frost 是雪哈，雪是非常暖熟的，那么不是冰块是雪。Frosty，立冬啊，立冬我们就是立冬就是 winter commences，就是这个礼拜四啊，Thursday will be 立冬，小雪是 light snow 哈、啊，一点点雪，大雪 heavy snow，哇哦，好多雪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的，雪要下来了，下雪了。冬至 winter solstice，冬至。小寒啊，moderate cold，大寒是 severe cold 啊。我们看到那个24节气就是这样分啊，就是春夏秋冬，每个月两个，每个季有六个啊，就是这样看，就我们很容易记了哈、啊。那么好，dazzling warm cold color glow in the nature of palette。那秋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阳光暖暖和和的。颜色哈，耀眼的暖色在大自然 nature 调色板哈，调色 palette is 调色板，发散在我们的光芒中哈，光芒是 glow color 哈，warm water a warm color glow 是发亮啊发亮啊，它是诗词哈。The harvest and the storage of crop。The harvest and the storage of crops are completed。秋天呢，收割了，东西呢就已经储藏好了哈。那么 are completed 就自然的万物进入又休养的收藏 storage 的状态哈。等一下我们会讲我状态。那么自然的万物进入休养的收藏起来的状态。那么，the animal begin hibernation。动物跟那个 insect 啊，那个好像蛇
很多那种的昆虫，它不飞去南部的，它就冬眠了啊，冬眠了不起来了，就睡觉了哈，储好这个肚子里面吃好东西，吃饱饱，所以 storage，所以秋天就是 storage，the beginning of winter 哈，winter 立冬开始了，is also a season to enjoy bumper of harvest。就是立冬呢，就是我们在享受秋天的收割，秋天的收割哈、啊。那么 harvest bumper of harvest the season to enjoy 这个秋天是季节，是立冬是享受秋天的收割啊，就是这样丰收。A season to enjoy bumper of harvest 哈、啊、harvest 就是收割哈。啊我们也是我们休养的时间啊，休养了，rest，take a rest，动物睡觉了，take a rest，for the next spring plowing，我们把冬天储藏好了，就是明年就要做工了，就 plowing 就是种田了，耕种了，就是这样，就冬天就是这个用场啊，那么 winter commences 就开来了，起来了。The winter 呢，so beginning of winter 或者 winter commence 立冬呢，就是 the 19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第十九个节气，立冬或者 the start of winter 或者呢 winter commence 啊 winter commences 因为是 singular term 啊，那么 commence 记住我给大家看一下 commence 一。EMCE 哈，后面就 EMCE，commerce 是商业，就差一个字母，一个 N，一个 R，所以不要弄错，就 commerce 是商业，commence 开始哈，我们就学的多一个英文字，commercial 是商业啊，comme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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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业，marks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就是冬天的开始了。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就是我们中国的年份，不是看 Gregorian calendar，不是看西历的年份哈，我们就是这样去看，我们也懂了。In 2024，2024年，the start of winter will begin。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 begin 了，就是2024年就是 winter，就是 will begin，就是我们还没有到。Thursday will begin on November 7th。And ends on November 21st，啊，就是那个立冬，就从7号到21号，啊，那么 winter commence 啊，winter commence 就等一下晚一点会下雪了，或者怎么样哈，看到那个天气怎么样。The 19 solar terms of the year 啊，the 24 solar terms 那24节气 are a knowledge system，只是一个知识的。你知道的东西哈，非常广泛的啊，你会知道好多好多东西，知道那个24节气，你可以生存，可以种田哈，就是这样。And social practice 也是社会上的一种的常用的东西哈，因为我们知道几时天一，商业的时候做生意的会说几时买什么东西来卖什么东西或做什么东西哈，based on。Observation 看到 sun of the sun's annual motion 就 annual 是每一年的动态，哈，那个太阳的每一年怎么样去动态的走去哪里去啊？And seasonal change 就季节的改变转变啊，seasonal changes。The solar terms originated 从哪里来呢？再从下中国。In China 啊，originated 是从原始在中国的啊，所以 original 是原来，originated 是从哪里原始出来的，是中国来的哈，就这样看英语哈。And spread 是摊开来啊，它散播到 East Asia 哈，other 其他的啊，other 其他的 East Asia country。East Asian countries 有 N，所以 East Asia 是 East Asia 没有 N 在后面的。那东
东亚的亚洲人了的 country 是国家，所以 Pinball 从中国开始，其他都遵守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节气的 knowledge 知识的 system，看到那个 knowledge system 哈，knowledge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的体系，跟这个社会的 practice，所以我们看日历去做事情或者。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哈。那么，beginning of winter 哈，你看到 some other solar system or solar terms that occur during winter，我们就看冬天，我们不看春天，不看夏天了，也不看秋天，我看冬天了。我看见除了那个立春啊、立冬，我看冬天啊，冬天 during winter 哈，立冬下一个是小雪 minor 或者 slight snow。Minor 是小低一点的啊，那么 November 22nd 就今年的哈，大雪是 December 7th 是 major 和非常大的雪啊，那么所以我们说是2月初就有一点下雪了，假如说到12月圣诞节以前一定有大雪的哈，那个冬至就来到了，Winter solstice，小寒 minor cold。大寒 major cold 哈，我们看到1月份就比较冷了，非常冷了。那么 severe cold 也可以哈。然后看到 that occur 哈，some other solar term 有些 solar term 呢 occur during winter，就是 some traditional associated with the start of winter，有些关于冬天的，我们就是关于什么东西呢？Eating dumpling，我们吃了，想吃了，吃水饺 and mutton hot。那就是那个羊肉汤哈，in North China 就是在北中国北部啊，那么比较冷了，它北部跟南部也有一点分别的哈。Eating stew meat 是炖肉呢，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就是中草药，herb 是中草药。In South China，所以我们在亚洲南部的国家或者地区呢。中国的地区呢，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吃很多药材哈。那么北部呢，吃一点多肥肉的东西啊，胖的或者怎么样哈。那么 dumpling and mutton hot pot，brewing winter liquid。那么南部呢，也有喝那种的酒，让酒让那冬天的白酒啊，blue 就是说让酒，winter liquor。是白酒，是烈的酒，liqueur 是比较烈啊，跟 wine 有不一样啊。我们看到那个酒的品种，liqueur，跟那个 wine 是有分别的哈。Blue 就是 blue 就是让酒，让 winter 的酒了。那么 beginning of winter or not，有时候是说有些地方还没有热啊，还没有冷呢啊，就是因为你的地球的地区不一样，跟太阳的距离不一样。In ancient time，有些在古代的时候，the Chinese people took the start of winter to be the beginning of winter。他们说，立冬呢就是冬天开始，但是呢，however，因为哈，in fact，其实，the start of winter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winter，不是冬天的开始啊。那么，in terms of meteor Chronology 哈，这个是天文学，天文学这样讲。然后依照天文学呢，立冬呢不是冬天的开始哈。The climate every year is different，每年的气候有一点不一样。So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is different，所以在那个立冬呢，也是不是每个地方也有分别，也有差别的哈。那么，welcoming the winter in ancient times，在古代的时候，怎么样去迎接那个冬天的到来呢？The four beginnings of the season 哈，每一个季节 were important festival in ancient times，在以前的国家、以前的时代，每一个节气来，每一个节气这个季节哈，不是节气，这个是season 是季节。都四个哈，对于他们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哈。Before the start of winter，在冬立冬开始的时候，ancient
Emperor 啊，皇帝，古代的皇帝啊，would take a shower，他们就要冲凉了，洗澡了，洗澡了，shower take a shower，and have no more meat 就不吃肉啊。On that day, the emperor would lead the officials，就是领导带领他的官员，official 是官员啊，to the suburb 是郊区，郊区。And perform the ceremony of welcoming the winter，他们有一个典礼，去怎么样欢迎一个冬天要来到啊？这样去看，他们这个是古代的传说哈、啊，是有可能有记载的哈、啊。立冬啊，我们看立冬，那么 eating dumpling，a legend 就是传奇哈、啊，传下来的东西啊，那个传奇哈、啊，传记记录下来的，has it that 说。At the end 就是在那个 Eastern Han 朝 Han Dynasty 就是25年到220年是最近期的啊。那个时候呢，有传说 Medical Saint 啊，医圣啊，一个医生呐、啊，就医生呐、啊，圣就是他医的很多人呢、啊、都好的。那么他的名字叫张仲景。张仲景 saved many people，他们呢，救了好多好多人。In 哈，这个 in 哈，in 河南 province 在河南的一个省份。From a typhoid epidemic，typhoid 是伤寒哈，流行的时候死很多人，那个是病，一个生病，epidemic 哈是那种的流行病。Their years from being frostbitten，就是他的耳朵都是冻到好厉害，冻伤了啊。Frostbitten 就是 bitten 给那个伤吃掉了，但是这个伤当然不会吃人了，就越冻的他的耳朵都不好了哈。Around start of winter 那个时候呢，伤寒流行的时候又非常冷，所以有很多人都要死亡。那很冷，很冷，就是很冷，不是死亡，一定死亡的，但很冷。那么 eating dumpling 是怎么传来呢？那么这个医生呢，拿着张仲景呢，he cook 哈、啊、cook mutton 就是羊肉哈、啊、lamb 的肉哈、啊、lamb 的肉，hot peppers 辣椒，and herbs 有些那种的中药、啊、，to dispel the cold。让大家有热气在身体上发出来，所以把那个寒气驱走，dispel 就是驱走啊，赶走啊，dispel the cold 哈、啊，很冷，每个人很冷呐、啊，带寒不住那个寒气，and increase body heat，增加我们的身体上的那种的热能热力量，he wrapped these ingredient，他呢放。那种的 ingredient 是那里面放的东西，ingredient 是馅哈，那个馅 into a dough skin 就是那个面粉的皮，面条啊，那么他就把那个东西就是放进去里面，辣椒啊什么炒好了放在进去，make them into a ear shape an ear shape 就耳朵。包起来像耳朵一样的形状，OK，不是吃耳朵，是这个饺子水饺包的，好像那个耳朵的形状，an ear 啊，ear shape 啊，看到那个好像耳朵一样的样子啊，里面包的馅。那么 eating dumpling，since then 那个时候呢，他因为people have learned to make the food。那么他们学会做这个东西，冬天就吃水饺了。那么他那个把驱寒的热气，吃点辣椒，那么寒气走出去。啊，我们也是要吃姜啊那种东西哈。那个 which became known as a dumpling，我们就叫那个 dumpling 是水饺。Today 现在呢，冬现现呃现今天呢，there is still a saying that goes eat dumplings。On start of winter day，所以呢，立冬呢，他们的习惯就吃汤圆或者那个水饺。
吃水饺，or your ears will be frostbitten，不然呢，你的耳朵呢就会被伤冻疮了啊，耳朵有伤冻疮是冻疮的意思哈，那个冻伤了，伤了也是一种叫疮了。那么我们讲看到那 frosty 就是那个雪人的名称，西方的雪人对于雪人的名称哈，叫 frosty the snowman。好，我们来看伊风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of Mulan ethnic minority in Guangxi province。那么广西是壮族，族呢自治区呢叫 autonomous 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一个区啊，region 啊，autonomous 壮族广西哈。It is held after the start of winter every 3 to 5 years。每3到5年，他们就有一个典礼啊，就是在立冬的时候，last for 1 to 3 days，就1到3天的时间来庆祝那个伊方 festival 哈，这个节日呢。Is a unique 哈，an unique festival of Vietnam ethnic minority. Ethnic 就是说少数民族 minority 少数 ethnic 是民族，and the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nation 哈，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立冬呢是来庆祝的 the nation 哈，好，那么他们呢，立冬的时候呢，也是有 celebration。The ancient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 took the start of winter to be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In fact, the start of winter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in meteorology 哈，在气象天文学的时候，那个气 the climate every year is different，每一年都不一样。So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could be quite different，所以每一年的开始冬天呢有些不一样哈。那么，and with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因为中国非常大，首先南部它的整年都没有下雪的啊，就是所以有些不一样。Winter in every area doesn't begin at the same time，每一个地区的冬天不是。同样开始冬天的开始哈，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要看那个太阳在哪里，那个靠近哪里，远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一个国家在全世界也是不同的冬天的开始哈。他们可能冬天要来了，但是没有这么冷。冬天我们要做什么？Nourishing the winter，我们要吃薄饼。补身体。On the first day of start of winter，我们立冬呢要怎么样？There is a custom，这个是我们习俗啊，习惯 nourishing the winter in Southeast Asia，在东南部，中国的东南部呢，就是要补身体了。In place 哈，such as 有些地方福建啊、广东啊、台湾那个是南部的地区呢。他们呢？你看到他们吃很多东西，因为刚刚的 harvest，田种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很多东西可以吃。好，那么 Chinese proverb 哈，proverb 中国有一个谚语讲，proverb 是谚语哈，nourish the winter 哈，冬天滋补的时候，and next year 下一年 you can catch a tiger。你可以抓到一只老虎，啊，就是这么大力，就是今年要补，明年就有壮健的身体，可以做你的事情。The idea of having tonic 就是滋补的饮品啊，汤啊，tonic soup 就是 tonic soup 就是汤。In winter，我们就是有一个冬天喝的滋补的饮品呢，就是 is。Rooted in the mind，就在我们的心灵，在扎根了，就是说我们记住传的下去 of the Chinese people，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传下来就要补了，每年要补了，冬天要补。While they seldom know the right to get some to a right way to get nutrition，nutrition 是营养。
因为有些乡下的他们不懂营养，不懂营养要吃什么东西，所以他冬天之前要补，而且又收割的什么多东西就大吃大喝，啊，就是好像那个动物秋天到立冬以前，他们就要准备吃很多东西，睡觉养身体，哈，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也是学到这样，那么。The diet 哈，那个翅啊，隐翅，in winter 冬天的隐翅哈，follow the principle 就是由下面的原则啊，principle 是原则，那么原则是什么呢？Nourishing 哈，the 阴阳的阴，in winter 就是冬天呢之前呢就要补了补阴。And feeling the empty and warming the cold 就是。把我们的空档填满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御冬防冬，没有这么冷哈、warming the cold 啊，填空虚了啊，填补空虚，温暖那个寒冷哈、And changing with the change of climate，因为天气要改变，我们身体需要多一点精力去抵御寒。啊，要变化，那么立冬哈、就是这个原因。那么 the diet in winter 哈，我们就要有一个原则，怎么做？In winter 冬天的时候，the Chinese have appropriately 哈，这样去看。Cold food approach 就是适当的啊，就有适当的冬天吃的物，with the aim in 这是目标主要of nourishing the 阴，我们就要养阴的目标，and suppressing a hyperactive 阴阳就是一个阳，suppressive 就是治下去过度的。阳的太过薄弱的啊，这样去，所以要休息了，人要休息，所以我们身体的细胞啊要休息一下，吃多一点补一下，好像把身体补好它，在明年再去做工。To prepare 是准备 for the coming 哈，coming 就是 of the cold winter，因为冬天要来了，所以要 prepare 准备好。People there like to eat high-calorie food。以前我们冬天都没有暖气的，所以我们冬天要多一点精力去御寒的，除了穿衣服，对吗？那么，所以我们吃里里面吃得饱饱的，就不怕冷哈。那么，People there would like to eat，他们喜欢吃 high-calorie，高那个卡路里的食物。啊，好像那种的多点油分的脂肪的啊，such as lamb 是羊肉，black bone chicken 哈，那个黑鸡哈，叫黑鸡，duck 叫鸭，beef 是牛肉，mutton 是羊肉，carp 是鲤鱼哈，鲤鱼，soy milk 就是豆奶豆浆哈。And milk 的奶，羊奶呀、什么奶都可以，牛奶也可以哈。那么他要补了，那个鸡吃的油油的啊，整只吃啊。以前中国穷的地方没有吃这么多的鸡的，就过年呐、过节立冬啊，就吃好好的啊，这样。Eat high calorie food 就是刚才说 chicken、duck、beef、but mutton and fish。Which are usually stew 就炖，那么炖用什么炖呢？用哈 with the 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那个 Chinese 的药材，那么药材不用记这个名字啊，我们的这个很难记，Angelica 啊，当归，Ligustricum 啊，Wallachie 哈，那不用去记，Chinese herbaceous 就是说草本的。Peony 啊，and Romania Gutinoca Liboș 啊，
圣地王那种的药材哈、啊、，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提高效果，effectiveness 是效果。我们看看你的工作的效率好不好啊？这样做的工作好不好？这样的计划也是 effective，就是常常用到这个创业用到这个字 effectiveness of the nourishment，就是把那个营养品还要做得更加的超越哈、啊，就是提升。At the same time，当时呢同一个时期呢，to avoid 避免 the terrible vitamin deficiency，那么我们不要有。缺营养维他命的 deficient 缺少 deficiency 那个避免可怕的维生素的缺乏啊。Some fresh vegetable 我们也要吃新鲜的水果 will be eaten，such as carrot 哈、啊、那个红萝卜，green vegetable 啊绿的叶的蔬菜，tofu 是宾客是豆腐，and black fungus 是黑木耳。Fungus 啊，white fungus 白木耳，黑木耳啊。那么我们 in 天津 on the first day of start of winter, people eat 啊 eat dumpling stuffed 加上那么 with Chinese pumpkin 啊，pumpkin 是另外一种的南瓜，中国的南瓜。It is a common vegetable in North China。在北中国就常常吃这种的南瓜。Generally, the pumpkins are bought in the summer，我们在夏天买进来的。And stored 储藏 until the start of winter，就冬天来吃的。那么 when they are taken out，那拿来吃，所以冬天就吃这个 pumpkin，这个倭瓜，什么不懂中文叫什么哈。那么我们这西方也有吃 pumpkin 啊，南瓜，像这样的啊。那么，在无锡吃什么呢？汤圆、团子哈。On the first day of start of winter, people in 无锡 have a custom of eating 团子，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made with rice，用糯米或者米做的团子哈。那么这样的团子哈，那么at this time the autumn grain crops，秋天粮食就已经收成了，have just been sold on the market，就有些去卖掉了。And the 团子 made from the newly harvested crop，就是新鲜的农割收割的农作物来做。那么 taste delicious，哈，我们就学英语，taste delicious，味道非常好，delicious 哈，very delicious。那么，most rural 看到这个字 rural 哈，rural 就是农村，residents 居民。那么，make 团子 themselves 他们自己做。那么，while urban 就是城市的居民哈，resident，rural 是乡村，urban 是城市，他们就买了，买 ready make 团子，他们就会买。The 团子 stuffing 那里面的馅呢？Can be sweet bean paste 豆沙甜豆沙，或者 radish 萝卜甜萝卜，或者 lard 是猪油，啊，他们就自己做哈，有些自己做，他们就吃补品哈，放很多的那种的 herbal 啊，那个很多东西在里面。As we know, throughout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people Living in different area have different lifestyle。每一个地方，中国也是每一个的生活不一样，都 both experience winter。大家都是要经过冬天。The climate of the northwest，那么西北 and the 东南哈两面，一个南一个东，一个北哈，一个梅，一个南，北跟。北跟西比较多风，比较冷。那么东南呢比较凉快，没有这么冷了，所以天气不一样啊。The difference 啊，different 天气，different climate。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s not the same。大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It is bitterly cold in the northwest China，在中国的西南。西北
非常冷，bitter 也是苦苦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冷。So people there use beef and mutton as a tonic，说吃一点比较厚的肉的东西，有油的东西，脂肪多的。While in the southern area，在南部呢，of the Yangtze River，扬子江以下的，the weather is much warmer than northwest，比的凉暖和了。People there eat some gentle food，就比较轻微的，就是像 chicken、duck and fish，像轻微的，不是这么多肉、脂肪的那种的啊，动物的吃物啊，他看到啊。那么还有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高原哈、plateau 是高原，mountain area 是山区，where the rainfall is scarce，那个干燥，rain 没有这么多雨水。And the air is dry，空气会干燥了。Eat more fresh vegetables，吃很多蔬菜，fruits 水果，and crystal sugar 就是冰糖。In winter, moreove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啊，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段 follow different principle to get nutrition，在每一个不年龄段都就依照他们不同的标准来吸收营养啊，这样去看哈。The start of winter, when the autumn crops 就是秋天的农作物出来了，have been placed in storage 就要储藏起来，storage 是储藏起来。Was a time for festival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Manchu Egg Banner，他们的每个地方那个时候哈、啊、Han Banner 哈、啊。班次本季啊，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做点祭，offering sacrifice to ancestor 是祭祖，向祖先祭，啊，incense 是那个香，burn and sacrifice offer to ancestor 就给那个祖先哈，献给祖先的祭本。那么，the explanation of the 冬天呢，is the harvest time completed，就是完成了。The crops 就收成了，have been harvested and dried，晒干它。所以 now begin the time to put them in storage，我们储藏，我们就是把冬天，就是储藏、晒干、储藏，我们还可以冬天可以吃。啊，那这个是 ancient time 的作风。Animal 哈，animal 这动物呢，ready to find their shelter，他们要找地方去睡觉，shelter 是遮盖的，to start their winter sleep 就是冬天去睡觉，就是冬天睡觉是什么呢？冬眠，冬眠英文叫 hibernation，这个叫 hibernation 是冬眠。那冬 therefore tells us 就是告诉我们 the metabolism 我们新陈代谢。啊，就是像就 slow down 就慢了，没有这么活络了，没有动了这么多，坐着不动。At this time 就 slow down，是不是降低降慢？We must store and preserve our original 气，就元气，我们要储藏我们的元气。啊，Winter is a storage 啊 storing period，就是冬天呢，就是我们的储藏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补身体，储藏，不要动这么多。我们就是说冬天过冬，好像动物一样。那 storage，你看到动物秋天，它们把东西存起来，冬天可以吃或者就储藏起来。蛇啊，吃饱饱。那么 now is the best time，最好的时候是睡多一点，晚一点起来，wake up later。Put on more layer，穿多一点衣服。Wear socks，穿鞋子、袜子哈，袜子。Socks 是袜子。Eat more black and salty food，吃多点有咸的东西跟黑色的食物。Warm 哈，warm cooked food 要吃暖的、热的东西食物。Hot bath 冲热水凉，and foot soak 就是泡脚。啊，就是对身体会好。那么，avoid ice drink，不要吃冷饮、冰冷的饮品。
Avoid exposure to fright，就也不要受吓惊吓。好，我们就看那个。好，我们看到那个立冬就是 start of winter，the 19 solar term 第19个那个节气，November 7 to 22nd。那么 kidney 啊，kidney 就是我们肾，kidney 啊。system 需要水 water element，hibernate Blackfoot 是黑的东西事物，warm bath 热水冲凉，longer sleep 睡多睡一点啊，所以冬至哈立冬啊都是这样，就是礼拜四就是我们就准备一下准备过冬啊，